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圆王师，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闻说，闻见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可以啊，就这样说也可以。啊，今天，我们这个开金刚萨埵法会的道友们呢，就是一起，也学习一下，就是佛教方面的一些简单的，知识。那么这个，佛教上的一些学习呢，我们作为一些佛教徒来讲啊，就是特别的这个重要。先，这个学习，然后呢，去这个实践，在这个利益众生。一般来讲，应该有一个实践的一些学习实践，还有这个创意党实践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我在想呢，我们这么多的这个现场的这么多的这个居士啊，还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这个出家人呢，在这个无线话筒里面就是听着，所以呢，因为今天场地的原因，就是让他们呢就是在家里听。其实现在，依靠这种科技技术的方便方法，我们佛教徒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方便方法啊，就是的确是，这就是我经常在想，就是诸佛菩萨的价值，我们一定要利用，包括现在的网络，现在的一些光盘。现在的一些这个包括电子手机啊，就是还有各种这个就这方面的这个方便方法啊，就我们学院里面呢没有其他的这种这个设备，但是呢就是经常用破收音机啊，就是有些道友的收音机就是一直听到拉绒的这个山谷里面的河牛的声音，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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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所以我们这个山谷里面没有其他的特别高级的这种一些设备，但是呢就是有很多破收音机，有些这个道友呢就是天天挂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脖子上啊，就是跟这个细节头一起就是带着。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就是作为佛教徒呢，就是的确也是要经常用上这方面。你们现在好多这个道友啊，就是开一次法会，然后要回去以后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就是到这个各大城市的这种大海当中啊，我们去寻找你的话呢，就是很难的。你也去寻找一个寺院呢，就是不那么容易。你们想一想，就是在汉地啊，就这么少，这个寺院那么少，人那么多。即使你去了寺院的话呢，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满你的这个愿了，满你的愿。所以呢，我们现在一定要就是用这个就是通过这个网络来这个学习佛法。我经常在想，以前呢，就是在佛陀的这个戒律里面也有，还有这个在其他的这个大乘经典里面也讲呢。那么这个学了佛教以后的话呢，一定要这个长期的一直三知识。一直一个上师，就这个是一再这个强调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在家人，你每一个人呢，就是要一直一个善知识，跟着一个上师的话呢，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上师。即使上师，有的话呢，就是上师也不一定就是管得了那么多这个人啊。但是最一直上师，为什么一直上师呢？一直上师的这个原因呢，就是上师的言行举止和上师的佛法，你呢要这个传习，你要得到就是这个原因，并不是佛陀说啊，就是因为这个上师呢，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就是特别庄严，你一天天看着他的身体啊，或者是这个上师的这个身影就是很动体妙妙，就是你一定要天天就是听着他的，就是包括他就是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什么大哈欠的要你听的，就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上师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至少也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佛法方面的这个知识和一些智慧啊，就这些呢，就是我们初学者呢，就是没有得到的话呢，我们就没办法就是学习佛法啊。所以现在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善知识呢，依靠这个网络和光盘和还有很多途径呢，我们照样可以这个学习啊。我看到很多道友呢，虽然不在这个有些上师身边，
但是他们学的呢，就是比一些这个山里面天天的是一直山，只是啊就跟着上师的，就是那些有些人的话呢，天天就是看着上师，就是不学，就是就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学到，就是。但其他有些人呢，就是已经学了上师的法，就最后呢真正改变了自己的这个相学。所以呢，我今天就是第一个这个希望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很多的道友啊，就是现在很多城市里面的道友的话呢，有些这个就是老年人的事，就是为了学习佛法，就是开始学习这个上网，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我都遇到很多老居士啊，就是很多老居士大概是七八十岁的，就是他在学习这个上网，就是我说你这什么啊，就是我要听课啊，我要好好学习，我让我家里的这个什么这个这个水你就给我弄好了以后我自己上就可以了，让我天天就听课就可以了，就很多人都这样说的，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在这个城市里面，你一个老年人到这个山上啊，或者是到寺院，也是现在暂时来讲是不现实的。自己通过这种方式来学习的话呢，完全可以就是得到就是佛教的这种智慧和悲心和意义。所以我第一个希望呢，我们这个现在21世纪是一个特殊的这个时代啊，特殊的时代。作为佛教徒呢，就是一定要与时俱进，要跟得上时代。那么跟得上时代，我们佛教徒要告什么？实际是不是跟这个时间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告什么各种这个就是一些这个时髦的这个行为呢？也不是。啊，就我觉得是现在我们佛教徒呢，就是就像实践人呢，就是他们利用就是各种高科技的这种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样，佛教徒自己呢也应该就是利用就是他现在很多的这种方法来就是超证自己的这个相学啊，这样的话呢，那么我唯一的这个希望呢，以后的这个佛教徒呢，就是不染污自己相学的这种前提下呢，一定要就是通过就是各种分辨方法来就是有智慧。会的这个上师门的这些开示啊，就是自己呢，就是经常啊，就是在这个生活的同时，在这个自己这个家事的同时呢，就是要这个心持啊，就是要心持，这是第一个这个希望。然后呢，下面我就像就是简单的就是提几个，就是按照这个实践人的话呢，也有就是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分几个问题来这个宣讲。按照这个我们佛教的就是华智仁波切的话呢，就是在自我教育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就是问题啊，就是以这种这个方式呢，我想就是简单的就是提几个啊。首先就是第一个呢，我们今天就是现场的就是在座的很多这个佛友呢，应该说是这个在家人为主啊，就是在家人比较就是多的。那么你们这些在家人的话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应该有这个三个就是责任啊，就是要这个应该有这种责任，就是三种责任。三种责任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你自己的这个家庭的责任，这个是不用我来说，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很多佛教徒不强调不行的。第二个是你工作的责任，第三个呢，你跟这个其他的实践人不相同的，你是这个佛教徒，你要这个修行的责任啊，我觉得是你需要就是三个这个责任。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啊，就学了佛以后，就是在家人的话呢，那么就是学了佛以后呢，就是天天的是学佛，跟这个家里的父母也好，就是丈夫妻子也好，或者说是儿女也好，什么都不管，就是每天的事，就念你的普贤行愿品呢，看你的光盘呢，就是一直这样的。家里呢，就是怎么样很怎么样做，就什么都就不会碎身。就是现在出家有一部分人是有这种情况，因为作为在家人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包括啊，就是今天就别人过生日啊，就今天别人过这个生活一起啊，就这么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也不能完全的是跟他们同流合污，就是在重大的问题上面呢，你要这个随顺他们。但是呢，你在这个有些这个问题上面的话，那你应该就是把握自己，一定要利用这个利用就自己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很多就在家人就比较极端。啊，就是完全放弃自己的这个家人，就是这是可能是
些人这个出了家以后的话呢，确实也是家人父母也没有这个养啊，就是让孩子也扔掉啊。那这样的话呢，有时候也是很困难的啊，也很困难的。因为现在呢，一般这个你们都知道，就我们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独生子的这种这个政策就实行以后的话呢，现在一个人出完家以后呢，就是包括他这个家里就是好多老人的话呢，就是一对就是在哪里就是特别困难的，就是所以呢，要考虑他们的话呢，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责任，就是然后自己的这种短暂的人生当中的学佛的机会呢，就是也不暂断，就是所以有些人的话呢，他方方面面的是可以，就是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精进啊，就是特别精进，把家人也放弃，就是单位也放弃。最后就是所有的压力就是都到他的身上的时候，又把学佛的事情呢全部放弃，就是又完全跟他们就是一起这个就是这种这个修行，不是修行啊，就是完全跟他们一起那种这个过一些无意义的生活，就这样也不好，就是注意，这是我想跟那个我们这个佛教徒啊在家人就是应该这个考虑一下。然后呢，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汉地为主的很多道场啊，就是这方面呢也是就是我绝对是要提出几个建议啊，就是提出几个建议的话呢，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呢，就是教法和正法，真正的佛法呢就是教法和正法啊，就是教法和正法。那么正法呢就是通过修行而得到的，那么这个教法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闻思啊，就是通过闻思。那这样的话呢，现在我们的这个佛教道场呢就是居住什么啊，就是居住一定要居住的并不是这个烧香拜佛或者是一个佛像，就是这个是当然有的话呢就是也是很好的。最根本的是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需要就是学习佛法啊，就是学习佛法修行佛法啊，然后呢就是宣扬就是或者说是这个传讲佛法传播佛法啊，就这三者呢就是必须要啊，就是所以呢我像是这三种这个需要啊，就是在道场里面在寺院里面如果没有这三样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寺院呢就是不算很这个圆满的很完整的。即使你菩萨佛像修得非常好，然后寺院的整个这个周围的绿化也好，就是里面的所有的这些道场啊就是弄得特别的这个庄严，但是呢就是最根本的他的灵魂他的这个精要所在是什么呢，就是要闻思修行啊。我们经常呢就是在藏地的这个不同的研讨会上呢也给这个藏地也经常提这样的要求。寺院的话呢要起寺院的作用。起寺院的作用是什么呢，因为寺院里面呢就是有很多人来来往往。这些人来的话呢都是对佛教是有信仰的，有这个有好奇心的，有兴趣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寺院里面给他们不提供学习佛法和修行佛法还有呢传播佛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呢，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也可能茫茫目就是也可以说是茫茫东东的进来迷迷糊糊的就是出去啊，除此之外呢就是他们也得不到什么受益。当然他们过来就是就是在菩萨面前就是这个许个愿啊，就是什么这个拜拜佛啊，就烧烧香啊，就是让磕磕头啊，就是让我什么这个家里的孩子平平安啊，就是孩子考上大学啊，然后丈夫这个身体健康啊，就是什么就是谁是这个就变成怎么就是等等就是世间的这些意愿啊，就是这些是当然是我们也不是说不行，就是诸佛菩萨的加持不可思议，但是这个也是可以。但真正的佛教里面的按照这个三师道的这种学习来学习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他的闻思修行的话呢，那这个我们凡是对这个寺院有关系的这些人呢都是很盲目的。所以我们在藏传佛教当中有些寺院呢，凡是这个寺院诸位的这些不管是老百姓也好，里面的这个僧人素质非常高，佛教的这个素质很高，他们呢又会这个讲经说话，又会这个自己实地修行，又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有利他心，就是把这个佛法的精神呢他们会这个传出去的啊，就是他们会传播，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是这个现在的这个道场啊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大家共同这个聚会的，现在汉地很多的真正的寺院的是不算很多的，但是现在很多小的这种佛教的这个
就可以说是昌邸吧。佛教的我们的这个学会的这些这个居住殿呐、啊，佛学佛校座的聚会殿呐、啊，很多居士尼呐、啊，佛教的这个中心呐、啊，那这些中心呢，大家都天天的是一起聚合吃喝玩乐，就是那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啊。就包括你天天念经呐，就这些当然是一种，但是最根本的就是要懂得这个佛法啊。我们上师如意宝的话呢，的确也是在这方面，就是我们不是自己就是赞叹自己的啊，这个佛学院这边呢，很多都是。就是二十多年前呢，一直也是这个传播佛法。前一段时间我去了让塘那边呢、啊，让塘那边就是包括这个那边的九浪派啊、嘎旧派啊，很多的这些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个就法师啊，全部都是这佛学院里面就是出来的。就是我去了一个九浪派的那个这个。道场啊，就是他们有300多个人在这个实修，就是然后闭关3年，就是300多个人在这个在什么在那个在这个当佛学员啊，就是在温寺，然后跟这些温寺的人呢也讲了一下，就是这个十轮金刚的六加行的一些，因为六加行的这个法呢，以前我法王如意宝的这个中原心智明典，我藏文做了一个讲义，就是那个讲义的圆满次第呢，当时以十轮金刚的六加行呢，就是我这个介绍的，就是所以说这次呢，就是刚好就是有这个机会，就是除此之外，我也从来没有讲过六加行，然后我给他们做了一个班门弄斧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我当时心里面想呢，就那么这些法师的话呢，就是都是这个佛学院里面呢，就是并不是很出名的，我都基本上我的个别就是那个法师是我的。个别，但是我面很素，就是不认识名字，就是是当时是普普通通的，但是到出去以后呢，就是可以说几百个人面前呢就可以讲经说法的，就这样的。包括我们现在学院里面也是比较普通的一个居士啊，就是一般的一个出家人，到了外面以后呢，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呢，就经常就是讲很多的这种课啊，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圆满，就是成功。所以我希望呢，我们这个居士团体，就是包括这个菩提学会当很多的这个道友当中的话呢，真正有一些利他心的人呢，就是以后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就是观弘这个佛法，就是这个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啊。就这是我对这个佛教的这种道场啊，提出的就这么几个想法，就是然后呢，佛教的这个主持啊，就是这个方面呢，或者说是负责人了、啊。负责人呢，我也就是提出，就是就需要就是具足这个人格，还有这个智慧、利他心啊，就是具足就是这三个啊，就是这三个。第一个是现在比如说寺院的主持也好，我们这个居士的这个负责人也好，小组的负责人也好，第一个最根本的就是要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人格品德。啊，就是从这个出家人角度讲呢，就是有清净戒律的。那清净戒律的话呢，肯定就是品格很稳重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人很善良的，就是心生这个善意啊，就是心生这个善意。然后人很这个真挚的，还有呢，就是各方面就是按照这个上师如意宝的这个教会甘露明典里面所讲的那样的这个人格的功德一定要这个具足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种人呢，就是负责人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具足智慧。我们以后呢，希望我们这个学佛小组的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呢，还是需要有智慧的人。一点智慧的是没有啊，特别笨的话呢，那什么事情都会搞错的。就是最后，就是现在我们有些寺院里面呢，也是这样。前一段时间一个寺院的，就是大概是20-30个寺院的研讨会上，我说我们寺院里面的，不管是活佛也好，堪布也好，上师也好，寺院的最主要的负责人呢，应该是一个就是佛教当中就是有综合水平很高。尤其是佛教水平呢很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寺院里面的这些人呢，全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这个团体啊。那知识分子的团体这个领导呢，就是如果不是非知识分子来就是管理他们的话呢，那就不服啊。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当中，谁也不会服的。所以我们以后要这个选拔负责人的时候呢，第一个是人格很重要，就人格不忠实啊，就经常都是就是搞混多坏事。然后第二个是一定要有一个智慧，就是如果什
么智慧都没有。以前是因为各种原因吧，我们这个尤其佛教徒，尤其是稍微边缘一点的地方呢，有些老年人这个学习就都是这个水平比较低的话呢，那么就是就比较发心的一个就我们选出来，就暂时就没办法。但以后的话呢，希望我们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就是道友们呐、啊，就是选负责人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很好的这种智慧啊，就是我们现在实践的一个村长选的话呢，就是你们看看，就是他还是需要有一种水平啊。一个小学老师要虽然的话呢，一个幼儿园的老师的也要这个需要智慧，就是如果他这个靠不起的话呢，也是就是选不上的。所以我们佛教的这种团体的话呢，就是一定要以后变成一种智慧，具有智慧的这种智者的群体，智者的群体的负责人呢，也是应该是智者啊。负责的话呢，我们这个群体呢，就是全是有智慧的；负责人呢，就是没有智慧的一个愚笨的，就是笨蛋，就是在这。然后呢，就是当他们的话呢，当他们的负责人，那怎么得行呢？就是肯定就是不合理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在藏地汉地，就是这个寺院呢，也是一个智者的群体。智者的群体的负责人呢，就是一定要通过就是大家的这个共同商量，有智慧的人啊。现在我们藏地也好，汉地也好，有些寺院的最高这个领导的话呢，就是这个在显现上呢，就是智慧不是很高的，就是有时候呢，就只是有个权利，就是然后权利呢就是掌握在他手里。然后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呢，就是下面的即使有智慧，即使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像弘扬佛法的话呢，就是就没。没办法，就是上面一直这个有王权来就是控制着，就是这是现在这个21世纪以后的话呢，就是越来越就是可能不太这个适合这个时代啊，就不太适合时代。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利他心。这个负责人呢，光是这个就是像自己的有智慧的，有这个人格也是很好的，但是根本没有一个利他心的话呢，那不行的啊。如果是。是一个自己的这种一家人的话呢，这个家长呢，就是也对家人，就是至少也是对家人就是负责的人。所以我们这个群体的这个负责人呢，最关键的就是利他心的。就是没有一个利他心的话呢，那么就是他不会就是关心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群体，而且说群体怎么说啊，就是所包括的其他的这个外界的这些关系呢，就是他也不会就是很重视的。所以呢，我们以后啊，就是应该就不管是寺院的负责人，还是在这个居士团体的负责人呢，一定要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啊，就有利他心的人。有了这三样的话呢，我经常思考，就是应该基本上是可以，所有的功德都是圆满的话，二规教论里面也讲是，现在就是根本不是二规教论，军规教论里面讲的很难的，就是国王也是所有的功德全部圆满。圆满的这种过往是很难的，但是呢，就是最根本的就是这几样的话，我觉得呢，就是一定要具足啊，就是一定要具足，就是这是我想就是对这个佛教道场的这个负责人的这个三点这个希望。然后呢，我们这个佛教徒啊。就是佛教徒呢，当然是佛教徒的这种这个条件是特别多的，仙宗有仙宗，密宗有密宗的，但至少也是你要当一个佛教徒的话呢，最基本的三个呢，就是也必须啊，就是记住啊，就是要有这个三个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心性，第二个是悲心，第三个是智慧。啊，就是这三者呢，也一定要具足。我们是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呢，跟这个其他的人不相同的。那么第一个是，如果没有这个心性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大家这个佛经当中也讲呢，就是没有心性的人呢，就是就像种子被火烧了一样的，就是白发的这个功德妙缘呢，就是不会产生的。对佛也好，对上师也好，对法门的自念，基本的一种这个心性没有呢，那就没有资格呢，就是入门的。所以心性就是入门是第一个入门的这种这个军粮啊，就是必须要这个具足的基本的这种心性没有的话呢，那你再怎么样了不起，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大学里面有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对佛教有好感，对佛教有这个兴趣，但是没有信心。所以我们佛教徒跟这个非佛教徒之间的最主要的差别呢，就是来心性来差别。为什么花智仁波切大圆满前行里面讲皈依的时候呢，皈依的前面要着重强调就是三种信心。我就是想这个心性没有的话呢，他不会皈依的。如果有了心性以后呢，才皈依。所以佛教徒呢，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心性，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这里的这个佛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认为是这是大乘佛教。那大乘佛
佛教的话呢，起码对这个众生啊，就是要有一种悲心啊。就是没有悲心的话呢，你一边就是念经，一边就是大文字，就是一边呢萨玛依，就是还有呢，就是对这个其他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一点的是不在乎的。别的这个生命呢，就根本没有什么这个感觉啊。就是只要你能杀的，你能害的话，那都害的。那这不是大乘佛教的这个行为。所以悲心的话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如果没有悲心的话，那菩提心不可能这个产生的。菩提心没有的话呢，那大乘这个佛子呢，就是根本就是说不上的。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呢，就是说这个需要佛教徒也需要这个智慧啊。如果没有智慧，基本的我刚才所讲的，现在我们佛教徒的综合素质呢，比这个七八十年，就是我自己认为是应该是现在还是就是提高的好多了啊。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也接触过很多的这个佛教徒，特别迷信啊，就是。尤其是说实话，就是汉地很多大城市里面的信仰这个佛教的很多人的话呢，基本上是不懂这个什么佛理，什么佛理。但是呢，现在还是存在一些佛教徒呢，就是比较盲目啊。这次我们开金刚萨埵法会的时候呢，好多道友呢，就是对法本的是根本不在乎，就说是居士啊，已经得过灌顶的，但是密法的这些法本上跨来跨去，就直接就是逾越去啊。这是你们可能男众这个当中也有。女宗正当中也是，我相信这些是可能不是这个学会里面就是学习佛法过的。学会里面的话呢，我在讲《如菩萨行论》的时候也讲过，前行的时候也讲过，就至少也是对三宝的所依呢，应该会恭敬的啊。就是这个法本呢，就是像佛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就是在上面猜，所以。小小的这一点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对这个三宝呢，就是还并不是特别的这种会恭敬啊，就会恭敬。包括有些出家人的这个僧众的这个衣服上面也是根本不在乎，就是这是一个美女的衣服一样的，就是上面跨过去了，就根本就是不在乎，就你随便就是跨过去。那出家人在大圆满前行里面也讲了，凡是出家人的这个三衣的话呢，哪怕是一个垂片呢，那也是不能跨越。你看见以后呢？要这个恭敬定的，你们看学院里面，不要说在家人，这个出家人都是要过路的时候，尽量的是让别人的衣服就是舒适，就是他不会跨过去的，就是让他受着，就是大家都很注意的这样的。凡是这个素了皈依戒的，我们很多人呢，就不仅是素了皈依戒，还要素了密乘这个大圆满的灌顶的啊，就已经大圆满的灌顶。但是呢，就是从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小的，但有些人呢，还没有学习佛法，没有学习佛法。自己认为是自己很懂，我是那个上师的，我是这个寺院的，我是什么什么，我的皈依师是多什么什么，就是经常讲。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有些行为呢，就是对这个佛教里面的有些要求啊，就是应该说是还有一定的距离啊。所以说呢，我想佛教徒呢，就是需要智慧，没有智慧的话呢，就是盲目的这个一个群体呢，以后做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就有些佛教徒呢。比这个，昨天我遇到一个居士啊，就是他是这样的，我想他的话是真的是非常对的。有些佛教徒呢，比我们这个非佛教徒还要这个迷信说的，这个意思什么？你们自己慢慢猜。你们在平时这个有些新闻当中也可以看出来吧。有些平时也不好好学习的，然后呢，看见一些佛教徒的，比这个不学佛的实践人还要迷信，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啊？你们自己，我觉得是很有深深的意义，就是我今天呢，暂时不解释这个深深的秘密，你们自己去想啊。那么，并不是所有的佛教徒，现在确实是我们这个很多佛教徒呢，就是。我这几年以来就是去很多这个地方啊，就是去很多地方，我感觉到呢，就是现在各个地方的这个很多佛教徒的这个水平呢，不像以前的。以前我每一次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是有一种这个说不出来的就是酸味。为什么呢？哎呦，在这里面就是懂得一些佛教多好，那些人有那么大的信心，可是呢，一个个都是不懂佛教，就是好可怜呢，经常有这样的。现在这几年以来，确实很多地方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进步，但是呢，我们这个进步呢，就是不能停止，还有不断的就是看这个当地的这个佛教的这种水平怎么样提高，这一点是不是我有责任了？
啊，就是你们每一个都有责任。哪天我们提出这个菩提学问里面的有一个人提出问题的时候呢，他说过，他是个大学老师，他说过，原来认为是弘扬佛法是堪布和你们这个上师们的事情，我最终才明白是弘扬佛法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哇，我们这个每一个人有弘法利生的这个责任，这句话说的是很对的。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啊，就是都有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个责任，因为我们都天天的是念这个发心仪轨啊，发心仪轨里面怎么讲的，你们应该可以这个回忆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希望我们这个每个人呢，就是要这个我们对这个佛教徒的综合这个素质，也可以说佛教水平呢，就是还要呢带有这个提高，否则的话呢，我们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或者说是其他这个宗教面前的话呢，我们有些时候呢，就是也觉得是比较这个寒酸呢啊。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有一次提出过，我说我们这个佛教徒呢，这个说是我是这个寺院的，我是那个上师的弟子。每一个人呢，就说出自己的这个上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对整个总体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呢，就是都不考虑。这样的话，对我们佛教的文古发展呢，就是有这个损害的。像基督教的话呢，他们都是并没有宗教，就是测来测去啊，我是这个牧师，我是那个牧师的什么什么，就基本上是听不到啊。大家都就是瞻仰这个基督是对怎么慈悲啊，就是怎么对这个狱主呢，就是赐予这个就是关怀啊，就是等，就是他们共同呢就是弘扬自己的这个宗教。最后的话呢，因为这个团结的这个力量啊，就是特别大，就是后来的话呢，应该就是逐渐就是他们的力量就是便于这个世界。便于世界，所以我们佛教徒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特别狭隘的这个思想啊，就自己在一个小小的场合当中的话呢，哎，我们的上师是如何如何了不起啊，我们的如何是上师。我现在就是很多包括我们这个学会里面的有些人说我的时候，我就不是很高兴，就这样没有必要的，就是上师，你对上师有你的信心的话呢，你这个信心呢就是不需要就是最上就是变成泡沫来外面哇哇哇哇哇，就不需要这样的。应该是我们要这个感恩这个释迦牟尼佛，佛教如何殊胜的话呢，中间就是不会有隔阂，应该是我们有一定的就是大家有一种这个团结啊，否则的话呢这个上师的这个群体呢就这边就是一群，然后那个上师的一群呢在那边，然后上师与上师之间，弟子与弟子之间，那多少个摩擦，多少个这种矛盾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个佛法呢，就是永远也是就是不会有这个集体的这种弘扬的这个机会。所以希望呢我们这个佛教徒呢就是应该有智慧，有团结，尤其是呢大家应该共同的，不管是显宗密宗啊，藏传汉传南传，就这些都是不重要啊。说实话，门峰仁波切以前也说过，就是我们这个佛教的各教各派的话呢，就像是这个一个父母的就是兄弟一样的，一个父母的兄弟的话呢，你毕竟是父母，都是那这个有没有必要就是互相测来测去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必要。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个佛教徒呢，以后大家就是应该共同团结，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以一个狭隘的思想互相呢，就是开始这个竞争啊，或者是互相拉拢弟子啊，就这些都是有何必要呢？你这个上师哪里的弟子就是那到哪里，那这个有什么？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必要。所以我们学会也是要求就不要就是干涉任何的这个上师啊，就是包括我们不需要就是其他的这个宗教的一些弟子拉来，就这个是。不需要，人现在特别多，不皈依佛法的人有那么多啊！不皈依佛法，我们如果要纳的话呢，那不皈依的这些人当中，就是拉一两个也是贡献的，其他已经皈依完了的，我们拉来拉去也是，我相信对上师们的话呢，就是不缺人的，就是应该不会缺的，就是真正的上师呢，不需要就是弟子去就是关心，就是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拉一些弟子来就是贴在这个上师的那个。空缺的地方啊，就是不需要的，就是所以以后呢，就是佛教徒应该要这个有这个智慧啊，就是要有智慧，就是这是就是提出的一个啊，就是建议，就是这是对这个佛教徒的。然后我同时呢，就是跟这个我们这个现在确实是依靠这个三宝的加持，就是有很多的藏传佛教的上师呢，就是到这个汉地去。但是这个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也这个提三个建议，就是能不能接触也是你们自己。
己就是就根据这个情况就是可以这个看的。那么对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上师们到汉地弘扬呢，总体上是应该很随喜的，因为每个人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都有一种好奇心，就是所以有些人呢没有接触到一些上师的话呢，就是不会皈依佛门啊，就是不会去这个修行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因缘就是不可能的。但是上师们到汉地去的话呢，我就是带这个在这个汉地寺中道友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这个今年就是终结的话呢，应该是有这个三个方面的就是问题呢，就是值得这个重视啊，应该是就是用三种这个为主啊，就是一个是这个弘法为主啊，就是我们这个上师们呢啊，包括你们这个弟子们呢，就是要接受这个上师的这种引起呢，或者说是就是上师们呢就是道的话呢，那么第一个就是不要这个什么花园啊，就是什么弄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佛教是有害的。应该作为这个上师的话呢，不管是灌顶传法皈依念传承，任何一个心善呢就是就为主啊，就是这个是不能完全其他的不行。但是呢有一些这个上师的话呢，就是不是这个弘法为主，就这是确确实实我也是这个经常就是发现的。我们包括我们有些弟子的话呢，对这个弘法呢就是不重视啊，就这样就对大家都不利的啊。就现在我们都是成为一种这个经济的这种这个助力的话呢，那以后就不知道佛法就变成这么样的啊。现在我们汉传这个佛教里面有些这个寺院的话呢，我也经常给大德们就是讲，你们也应该这个弘法为主。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弘法，就我们这个寺院呢就是专门就是变成是买门票啊，或者说是搞旅游啊，就然后呢就是我们做的佛事也是啊，花多少多少钱呢，就是给他可以超度，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就是没办法给他就是念经呢，那这样的这种恶习就是传流的话呢，那将来就是佛教变成什么样的？佛教就变成了一种，这是一种这个什么这个工商局啊、旅游局啊，就是包括一些开发商啊，就是他们所重视的一个经典。除此之外呢，佛教根本就是得不出它的一种特色啊，就是佛教应该它有非常多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就是深深和广大的这种智慧的这种这个力量，但是这些力量呢，就是现在我们好多的教徒呢，就是没有得到。没有得到的原因，第一个这个责任呢，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种高僧大德也好，就是上师们有不可推卸的第一个责任，因为他没有弘法为主啊，他以建筑为主，他以化缘为主，他以其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为为主，以这个原因的话呢，就是皈依他信仰他的呢，就是大家都是忙于其他心想上的，所以呢，我建议呢，就是应该就是很多上师呢就尤其是在这个汉地去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弘法为主啊，就是弘法为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穿那个基础法为主啊，就是穿那个基础法。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很多这个上师呢，就是就把这个自己最高的就是法，就是什么这个本来清净啊、大威德啊，或者说是自己观一个地呢，就是念一个誓言，就是有多少跳的是不数啊。那这样的话呢，暂时是可能是应该是这个可以的啊，就暂时好像他的信心可以，但是最究竟来讲呢，就像我们一个建筑一样的啊，就是这个摩天大楼的话呢，那你应该一步一步的这个基础啊，依靠一种基础。如果这个基础呢，就是一个难为建筑啊。现在我们其实佛教当中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这是一点点假行，这是一点点皈依。然后呢，就像你们看那个，在城市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建筑啊，就是叫难为建筑，就是就后来老板跑了，或者资金跟不上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政府部门就是数学不全，就是后来就停止了。好多原来我们这个成都那边有一个叫做是那个国际大都会，好几年我们路过的时候就是变成这样，中间就是一直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呢，基础就是在那儿停止在哪里。然而即使你得到了一个很高的这种冥想上的法，但是你的这个相续呢，过几年以后是不行的。暂时都是可以的，我们在这里修任何一个房屋的话呢，你不到基础就是暂时你修完了以后就是可以装修啊，就看起来啊就是跟其他没有任何差别，但因为你的基础不稳固呢，就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垮了，就会不行的。所以呢，我希望呢，就是大德们也是先可能就是以这个基础
法门为主，因为基础法门像我们学会的话呢，就是现在五六年当中呢，就是一直打好这个基础啊，就是要求给他们就是讲这个基础的法门，修加信，修完加信以后呢，就明年后年以后呢，我们就是第一批啊，就是第一批的话呢，应该我想呢，就是可以就再给他们讲一点密法的话呢，在这个人生当中不会这个建筑啊，这个修行的高楼呢，就是不会突然会打下去的，就是啊，就我是有这个把握的，因为基础呢就是比较稳的，这么长时间以来理论方面也学习了，然后这实修方面呢也修了一步，那现在呢就是通过我也就是在打算，就是真正修完加信的这些道友的话呢，就是就是过了明年以后的话呢，我也在这个考虑啊，就是跟他们应该通过就是一种这个直播或者是有一种方式的话呢，这方面我们有一群人呢专门在研究，我们研究明年后年的，但人生生命能不能跟上不知道，但修行方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就是像那个机会，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呢就是现在的是对你们的这个为了，你们就不要认为什么不修加信也算了，就是不能这么想，还是要该修的应该修，只要是我们人生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的话，那我们在后面的这个这个密法也好，就是基础已经问完了以后再给你传一个密法，看看自己的这个信心，就是应该是就像我们学院里面的很多法师和很多修行人一样的，就是最后呢就是应该是特别的这种这个顺利，就是这种修行呢，所以我建议呢就是第一刚开始的时候呢，以这个基础法门为主啊，就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很多这个藏传佛教的大德就是到汉地去的时候，希望呢以这个素食为主啊，就是吃素为主。就前一段时间我们在一个寺院的，也是这个这个怎么说啊，薛玉这个寺院的一些高僧大德，就是很多这个智者的研讨会上面有一个堪布呢，就是讲啊，他说他们的这个寺院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木匠说的，他这个木匠呢就是说就是他不皈依这个藏传佛教，要皈依汉传佛教。他说唯一的原因呢，因为这个藏传佛教的很多这个上师呢就是吃肉，就是所以他不像皈依，就是他要像这个皈依汉传佛教。当然他这个一个木匠的这个智慧呢是有限的，就是他也没有看到很多这个藏传佛教当中自古以来的是有吃素的大德呢特别多。但是呢这是一个公认的这个口里面说出来的语言呢，也是值得我向我们这个很多学藏传佛教的佛教徒呢对上师的信心是我们也承认的，应该是可以的啊。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说那个也是以前在青海那边的一个佛教研讨会上面，我也去了，就是那个有一个法师呢，也是这样讲的。有些上师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个众生很可怜的，我一定要给他结上愿，就是要结一个善愿，就是吃一点肉可以超度他。然后另一个法师呢，就是跟他就是开玩笑的方式说，就是你吃肉的话呢，就是这是六根当中的跟四根呢就是结上愿的。那为什么？什么是你眼睛看一下，就是食物摸一摸，就是其他六根当中的还有很多的，就是你可以就是闻一闻啊，你不吃肉可不可以呢？不吃的话呢，就是其实六根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机缘，就是你可以给他结缘，就是或者你敲一敲这个肉，就是听一听他的声音，这些都是一种结缘的方式，难道这样不行非要吃吗？所以这也是不是说没有道理的，还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呢虽然这些众生有些弟子也是说啊，上师你应该好好的吃一吃，一边吃一边超度啊，不然的话这个众生太可怜了，我就所以呢就你就好好的供养肉，也有时候是不是那个用其他方式来超度也可不可以啊，就下个措置中也是在原来我在那个就什么藏密素食馆里面也是应用了他的一些那个教研，所以我在想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大体上呢就是还是可以的，就是确实是以这个学院为主的很多的上师们呢就是在，但是呢也有一些就是上师呢我也发现就是偷偷摸摸的就是到汉地去，就是在不同场合当中，包括我们有些学会和有些学院里面的弟子呢也是特别就是赞叹就是吃肉，就是然后这样的话我想觉得赞叹还是不值得，就是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无数的教证，如果你实在是业力深重烦恼深重实在是忍不住的话呢，那就
也没有办法，我们也就是所有的这个佛教徒不准吃肉啊，也不敢这么做，就是有些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一般来讲，就是寒川佛教最，我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场合里面的话呢，我寒川佛教当中最值得赞叹的呢，就是这个素食观呐，就是尼莱德四世，包括这个汉地的很多居士呢，就是对这个素食非常的这个赞叹呐，就是心思的特别清净。这一点呢，因为我看到一本书里面说是吃肉就是吃其他众生的生命，就是这个是的确有对归根结底，就是也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吃肉就是吃生命，就是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呢，我们还是要值得这个思考啊，就是这是我对一些这个大德们呢，就是提一个小小的这个建议，就是我并不是说必须要做什么，就是只是提建议。现在是应该21世纪，就是谁都就是有自由，就是所以有言论自由，就是所以说我想是他们也不会就是的生气啊，就是也不会我们包括我们的一些上师们的这个弟子呢，就是也不会不高兴啊，就是如果不高兴的话呢，也没办法啊，没办法。然后那个还有我们这个佛教徒呢，就是最关键的一个呢，就是依止善知识方面呢，也是有这个三种希望呢，就是应该这个有三性，就是细心的，首先就是细心的观察，中间呢就是恒心的依止，最后呢就是开心的得法啊，就是这样的。我意思就是说呢，首先是一定要用这个很细心的去观察，就是不要就是遇到一个上师呢就马上就是去依止。啊，就是然后这样不是很好的啊。我经常在说实践当中的话呢，你要就是寻找一个任何的朋友啊，或者说合作伙伴呢，或者说是寻找一个自己这个家里的一个德育的老师的话呢，你也会了解一下这个德育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应该是各方面会这个观察的，就是所以观察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就是一定要先就是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上师呢，他是比如说他是藏地来的话呢，那么藏地呢就是他是到底是什么身份的啊，然后汉地来的话呢，就是汉地就是到底是什么身份的，就是应该详详细细的观察一下，这也没有什么来不及的啊，就现在尤其是这个信息这么发达，就是很多事情呢也可以就是了解，再加上的话呢，就是应该上师他自己的智慧啊、人格啊，就包括就是他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戒律啊等等，就是这些也要这个了解啊，也要了解。你光是说他是一个前世的这个祸福什么什么的话呢，我们不反对祸福，就确实我们在藏传佛教里面，包括我们根本上师上师如意宝德寺也是这个富藏大师内若朗巴的转世活佛，就是这个是我们非常的这个就是对这个活佛啊，就是特别有这个恭敬性的啊，就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些这个活佛呢，的确是他们自己也承认。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丁国清慈仁波切的这个他的转世活佛啊，就是是比较年轻的，叫央西仁波切还是什么？他的是在这个硕果，他说我呢就是跟这个其他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差别，就是他这别人说是我是丁国清慈的，我就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压力，我怎么想也是根本想不起，就是我这个前世的。那如果我想不起我的这个前世的话，我的所有的点点滴滴的功德，我从零开始的，就是我跟其他人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所以呢，我从小的是学习音乐啊，学习佛法啊，学习实践法啊，就是一直就是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都是拼命都在这个学。现在我也是跟这个其他人，就是我自己觉得是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是有一个冥想而已，我只不过是有一个不同的有好几次的一种梦而已，除了这个以外我根本没有什么，我自己还认为是我不是他的转世活佛，就是对他的功德呢就是没办法这个相比，就是就很公正的在这个许多人面前呢就是这样说了。那这是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刚学的这大圆满前行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的确是你不能说是因为这个前世是什么什么，就是那今世有没有功德我们还是要这个看呐 啊就是这个我们作为佛教徒来讲，是这个依止善知识是很重要的。前一段时间我用什么那个学习佛法呢，就是就像开车一样来比喻，就是这个开车的话呢，这个教练呢、啊、就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教练他自己的是没有开过车，就是他也不会开车，然后呢让给我教的话呢，就是可能到时候就是就两个都会翻车的啊，就是因为这个教练他自己也没有开车，我也是信受，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出事情呢，就是怎么办呢？就是原来我们有一次出去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不太开车，然后呢，
他就这个车就是就开到那个旷野上去了，就然后呢，他自己不按刹车，就是要求大家气到三包，气到三包，<笑>然后有一个人呢，就是说气到三包不管用，你按刹车，<笑>其实也不是气到三包不管用，但是呢，<笑>但是因为他也着急了，就确实也你刹车都不按，就是他害怕了，就是不按刹车，就是开一直开的，然后大家气到三包，<笑>那这是有点那个，所以我们这个一直上市呢，就是第一个要应该三，<笑>好好的这个观察啊，就观察，然后中间呢就是应该好好的抑制。 啊，就一直的话呢，很新一直，不是一天两天呢，就是感觉好的时候呢，一直啊，就不是这样的，应该像以前的这个大德们呢，就一直这个三知识就是好多年啊，就是我们那个像学院里面的话呢，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我们的好多人都是一直这个二十年二十多年呢，就是这样的，那么有些。 比较离根者的话呢，好像那个像法王如意宝的话呢，一直这个六年的可以。所以你们很多道友呢，就是真正是带在一个上师身边的，我绝对没有必要。就是所谓的一直呢，应该学这个上师的法啊，就是这个要，你学了六年的话呢，你可以算就是一直了六年。就是所以有些人认为呢，一直上师的话呢，好像是一定要就是当这个上师的侍者啊，给上师这个开车啊，跟上师这个做饭呐、啊，才算是一直。其实这个不叫。 不一定是，也不是一致，但是呢，不一定是这个一致。真正的一致呢，要学上师的这个法呢，就是要多少年，就是这个是真正的这个一致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希望我们要这个恒常就是一致的。然后最后呢，就是一致一个上师以后呢，并不是上师消一消，上师说一说就对了。真正是上师所讲的这个法。 就是自己的相续，就是得到这个利益啊。最后呢，如果你境界高一点的话呢，那就是生死无畏啊，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都是不害怕，就是得到这样的报。法王如意宝都是以前那个。 说过，他说有一个道格里面，说是我这个活着呢，就是也是很欢喜，因为就是可以就是成就弘法利生的这个大的事业啊，就然后死了的话呢，就是也是很快乐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决定了往生这个清净的这个刹土啊，就决定了往生清净的刹土，所以呢，在这个轮回当中呢，就是无论这个遭遇痛苦或者是快乐的任何的这个业感现象的话呢。 都可以这个超越希有和这个希望和这个担忧的这个欢的欢喜的心态啊，就方就我就想起真的大成就者的话呢，最后从佛法当中得了一种就是非常就无法言语的一种欢喜。我们在现象当中呢，可能你的这个生活啊，一会儿遇到快乐，一会儿遇到痛苦啊，这个顺利不顺呢？但是实际上呢。 你就从内心当中的这种快乐呢，完全都是超越这个这些了。你自己已经就是得到报啊！我将来的话呢，就是不管是活在人间，还是在死了，怎么样都可以。就是我们世间人，如果佛法一点没有心得，一点没有成就的话呢，那就是就大家都是特别就是紧张啊、欢得患失啊、担忧啊，就是这样的。到一定的时候呢，的确就是佛教当中会有一种很开心的。你像弥勒日巴一致这个上师，就是最后怎么样的？ 直悲观尊者一直上师最后怎么样？六祖一直最后怎么样的？你们大家都知道，这种心理的这种无比的这种大乐啊，就无法用言语来就是说。所以我想现在很多的这种这个句式啊，就是很多人都是通过很长时间的学习以后呢，现在基本上是自己都知道，轮回当中呢，凡是就这一回事，我要该面对的面对。但是我自己呢，还是遇到佛法以后，基本上是有报，就是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也是不会堕入。 因为我在这么多年也该忏悔的，该忏悔，该修行的，该修行，应该会有这个往生的这种把握和这个机缘，就是有着至少也是不会堕恶趣的。现在很多人有这种，这就是真正的一直上师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啊，就是一直上师呢，最后你自己在佛法上面呢，要真的要这个得到啊。如果没有得到的话呢，佛陀也说了，我这个给你就是讲这个解脱的道，解脱依赖于自己啊。你看你自己信不信？上师再好也是你如果没有好好心持的话，就像是提婆达多和还有这个三心比丘一样的。所以如果心持的话，首先上师的。
就是刚才我就用较量的这个比喻一样的，就是他的这个字典需要的。然后呢，就是自己应该要靠自己的这种智慧和靠自己的这种力量来，就是进行这个修持啊，就是这是我想的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建议啊。 啊，就我像这个最后一个建议的话呢，我们就是在座的人呢，也特别希望就是寄生当中也是弘扬这个佛法，就是利益众生。那这样的话呢，关于这个弘法呢，就是我也有三个建议啊，就是第一个是这个需要就是无边的这种大悲心啊，就是无边的这无边的大悲心。第二个呢，就是需要这个无私的一种这个奉献啊，就是无私的奉献。第三个需要无为的这个净身。 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弘扬佛法的是，首先要具足，一种这个不偏任何的，比如说民族啊、国家或者是这个家庭啊、地区啊，不偏于任何，凡是有生命的，你是人类也好、旁生也好，还其他任何的一个众生，就是只要有生命的这些所有的众生，如果造受的痛苦的话呢，我要想一切办法能解除就是他的这种苦楚啊，这种发心，这叫做是真正的无偏的这个大悲心。 我们的悲心是什么样？对自己有关心的，就是对他人生起悲心；对自己没有任何关心的，甚至对我关心最不好的，就是冤仇啊！就我这个家人的冤仇，我的冤仇，我的朋友的冤仇，就像如菩萨心轮里面有旧账，这个旧账这个心态要改正啊。那么这些人呢，我们就经常就是发不起悲心。所以，我们弘扬佛法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要像大乘的佛法要弘扬的话呢，所有的这个生命呢，我们要就是。 对这个利益的这个对境，就是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啊，就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个无私的奉献。那么我们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要有任何自己的这种条件了。如果有了条件的话呢，那这是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前一段时间我们智慧学校里面有一群这个爱心义工啊，爱心义工，我给他们讲了，就是包括他们的这个爱心这个团队里面的这个学生的话呢，也是是这个就只有四个字。 就是什么，就是无私奉献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大乘佛教徒必须要这样的。我们帮助别人是，并不是想着就是得一个衣足过饱啊，或者是寄生当中他给我回报什么什么。我们哪怕是在路上帮助一个老人的话呢，我就不想这个不图他的衣足过饱，一定要有一种无私的这个奉献。我到哪里去做任何一件事情呢？ 即使对别人对我的这种抱怨呢，别人对我的理解误解啊，别人对我的这个各种的这种危害的话呢，我要这个无私的。我因为我们大乘佛教徒呢，就是受一种无私的奉献。有了这个无私的奉献呢，就是才能真正就是修成菩提心。如果你自私自利的前提下做任何一件事情呢，都是有染污心的。所以啊，第二个呢，就是我像是有这个无私的奉献。第三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有一个无为的精神。 啊，没有无为的精神的话呢，我们凡夫人呢，经常碰到鼻子一黑，就是就害怕了，算了，得罪别人了，算了，这件事情做不下了。我们学会里面的很多道友，刚开始的时候，来我来发心，我来发心，然后呢，发心过程当中遇到稍微有点别人不高兴了，别人有点误解啊，那个时候就不行不行不行，得罪很多人了，我自己还是修。现在我们很多佛教徒的话呢，就是自己修解脱的人比较多，真正想勇敢的这个站起来，不管。 是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佛法如意宝呢，就是就传遍于整个世界。好像用很英勇无为的这种精神和勇敢的这种意志啊，这样基本上就不躲啊，就是有时有一部分，尤其是你们这个在家的这种佛教团队当中的话呢，一定要有这样的，真正是利益众生上面呢，就是可以自我这个信身的啊，可以奉献一切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肯定受到一些别人的就是非议。 别人的误解，包括别人的就各种各样的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这个障碍。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想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利益众生的。因此呢，想要有一种这个无为的这个精神来这个弘扬啊这个佛法啊，就是弘扬这个佛法。我想就基本上就我看做开始呢，就是大概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然后私下来过后，你们自己再这个想想吧，就是再考虑考虑。下面我念一个佛子心的传承啊。